唯一一次去星巴克是因为跟朋友打赌单挑，结果输了。你说等下请他喝饮料是不是？我跟朋友打赌输了。嗯，忘记我没有朋友。看我刚刚是不是喝咖啡的时间有被收进去？我的声音有点高啊。现在调低，现在调低，现在声音没那么大。这段时间我不是没开台，我不是说我回去那个吗？回去新竹，干回去新竹真的是接收到了很多，怎么讲？应该算是好消息的坏消息。我到现在收入还是也不要说不稳定，就是不高，对吧？一回家，我妈直接跟我说：“你姐买在台北买一栋房子。”干那个差距，虽然是头期款，也是不便宜，快200万。知道为什么我不想要回家了吗？我姐没有，我姐不是一个什么，不是一个什么很特别的工作。她的工作是美术老师。他们那间房子好像是要我妹跟我姐住的。然后我可以200%的确定，我妈应该之后也会搬过去，因为我妈很讨厌我爸，然后他们又不想离婚，所以做最好的办法是怎么样？就是在台北买一栋房子，然后不给我爸钥匙，然后让他们三个女生，那个三个女人，不要说女生，女人，我们。住在台北就可以跟我爸切八段了。他以前每部影片两个移动位吗？我的，我是自爆位。啊，那你不应该给我一个钻戒吗？我克斯罗巴哎。傻小。你不应该向我求婚吗，宝贝儿？小爸说话，宝贝儿。你见了洋洋了是吗？啊？这把我杀30个给你看。What the fuck？ 变态呀！我好喜欢。啊，我想上大师，好难上啊！那边有三队，然后这边有一队。哎呦，瞬间认真起来，看，知不知道你的队里面混来了一个顶级水鬼？人来吧，我想把他们全杀了。剩一个，来一次，操！听奇离奇，他妈的欺负我，老子他妈的！我，你走！我操！哎，为什么是 bug 吗？为什么我只拿了一个牌子，一个牌子，然后那个机器人的牌子可以那个？没有，因瓦基有牌子啊，瓦基有牌子。哦，瓦基牌子捡的对吧？哦，是。哦好可爱哟、哦！有没有这么可爱的队友啊？我刚刚打到一半有功能，那没全过好吧？我这把就你就不用给我算牛子了。What？ 我没有队友，他们两个都单人空降，为什么他们可以蹲在？他不是断线欸，他会动欸，他叫鬼分欸，我操，想躲一个都别想躲，干，我要让全世界知道你他妈在这里，妈的，你这躲没有关系，干，他跑掉，乖乖玩游戏好不好？我去看另外一个，是不是另外一个也是，我不会放过他的，我不会放过他的，我去找他。好我的线架不上去，他没上去，好，我在这边不能挥拳呢、欸。不行，我想办法。哎 ！Fuck！
为什么啊？不是还我他妈现在是要来惩罚这些王八蛋、这些龟分仔啊？怎么我一个干还要救活？干，真是谢谢你耶，真他妈谢谢你耶！Oh, you are so nice, 哎呀！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我要怎么去上面捡我的牌？我要捡怎么捡我的道？他要死掉了，他！某些层面上我成功了，对不对？虽然这样子感觉好像我变成快了，你知道吗？但总归一句，龟分是不好的哦。还有人哦，他左边还有有同行。简单，我最近到底是怎么获得曝光的？我其实很好奇，这个事情困扰了我好几个月了。正常来说 ，YouTube 应该是不会给我曝光才对，我没有在做影片嘛，被干片吸引进来的，真的假的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觉得我做的短片，我只是想说挺有趣的，就做一做，然后好像蛮多人喜欢，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做长影片，所以我长影片还是为主。我觉得这 Shorts 对我来说就是有那种。像这种了，可遇不可求的片段出现的时候，他们怎么在那里啊 ？What the fuck？ 一家人最紧要系齐齐整整。像这种东西就可以剪进 Shorts 里面，就是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啊！他今天放在长影片里面的时候，他会很卡节奏 ，Shorts 就没有所谓的节奏可言。我觉得我发现，在实况中认识就是交朋友很重要。不是说跟他们一起玩可以增加一些流量之类的，而是说他可以增加很多工作机会，尤其是很少剪辑师会那个有认识的人的话，他们首先一定会先来找你。干嘛啦？他一个帅气华磊，然后没看到我在这边。纠团认识朋友啊，纠团的啊。老哥，你挡我两枪 ，Lifeline！ 我不想，我现在想了，我不是有在认识人吗？我认识的实况组我都来者不拒啊。但是他们要先来找我。我操！找一个。今天我们治疗的是让你学会感恩。What the？ 他们在合我的牌吗？还是这样？他在合我的牌，你想干嘛，老哥？万万不能呢、欸！他们要复活，他们要，不可以，那边不行，不可以吃那边，看你。可以，我们能赢，我们能赢。我先拉他，好，先停下，我下。可以过来吗？就一个人了。OK。
Nice. 可以可以可以。OK， 复活的好欸，刚刚。